大家傍晚好。今天安迪伯利是忙了一点，不过忙也是好事啦，因为好安迪伯利好看介绍嘛，对不对 ？OK， 今天安迪伯利来到这里呢，这里是摩利啊，摩利，摩利一 over 十二就是靠近 DG， 然后这里就是安迪伯利要带大家来好看介绍的地方，六六摩嘎达摩利泰式的。炭烤火锅哦，双味的啊，烤跟刷一起，哇！你看，我觉得这地方真的是好哦。你看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空间，就不会讲烧了会有那一种炭的味道啊，或者是空气不流通，这里真的是空气流通了，是不是？parking也是没有问题的，啊，parking没有问题的。来，这里它的店面也是很大，摩嘎达66。这里是摩勒的摩嘎达，哪里都很多地方都有摩嘎达，不过这里是66的哦哦，真的是啊、哦，所以跟着安迪伯勒走就好看介绍，哇，来到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啊，哇，来到这里你看，因为现在安迪伯勒来的时候哈、哦，还没这么多人，看到 Kelvin，Hello Kelvin 你好。啊，老板 Kevin， 你看他在喂安迪伯勒，看一下他准备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这个猪油啊。啊，对，我下面要刷一个猪油咯。哦，这个是下面就是炭哦，对吗？哦，炭烤的哦。哦，你看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平常吃的火锅。然后这些就是肉咯，我们的。哦，就在面上面刷出来了。新鲜的肉咯，我们就要烤它咯，然后放上面去烤。哦，我也新奇一下咯，相当新奇咯。哦，相当新奇哦。这样烤这个肉。哦，这样子我们要如果要吃那些火锅之类，我们就可以放在冬阴里面哦。啊，对，冬阴里面你放了涮了以后，你要烤也是可以放在上面烤。哇，我们这个老板 Kelvin， 你看他真是年轻哦。那我们再问一下 Kelvin 啊 ，Kelvin 老板， yeah. 来谈谈。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要在这个角落开一间这个泰式的这个火锅店哦？啊，因为我本身自己很喜欢吃火锅哦，然后又喜欢吃那炭烤的那种东西啦。嗯，所以我就找到这间店，然后就打算开自己开咯，开然后让人家能够吃到炭烤泰式的火锅咯。啊，真的是，请问这间店开了多久啊？这个店应该刚刚开了一个月多了啊，才一个月多啊！你看安迪伯勒很快手脚哦，我就找到哎，伯勒的真的是你看哦，一个月多，嗯，不过这地点是在后面一点，不过它好在就是空间够大哦，就空间够大，就空气比较流通，这一个是它的好的一个地方啦。啊，我可以在室内或者室外。啊，对呀，啊，你看室内就是这一边，室外你看它可以在外面，然后parking有地方，所以我觉得空气流通啦，然后炭烧的地方空气流通。嗯，你看人家老板还在弄给安迪伯勒吃，你看真的是太好了。哎，谈一谈这一个哦，我们就来吃这火锅，因为安迪伯勒也是很喜欢吃泰式的这些冬阴之类的东西哦。OK， 你讲你开了这个冬阴啊，这件啊 steamboat 啦 ，grill steamboat 啦，又可以双的嘛哈，烤跟刷是吗？啊，可以双跟汤那种。嗯。所以这就讲谈谈你，因为火锅店我看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嘛哈，要讲一下你特别之处啦，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一个地方？特别就是我们的价钱咯，我们是算是平民价啦。25.9不，你讲的也是哦，25.9，大家看一下，25.9，小孩子15.9，其实讲真的啦，哪里吃到这样的便宜的价钱？我们现在去吃火锅啊，最少都50-60，70-80都有嘛，对吗？哇，真的是哦，这我这样讲，他讲他的特别之处呢，就是价钱，嗯，这个也是真的是可以。哪来讲的咯？对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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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了，我去看看一下哦，你所讲的很多样式的菜，我来去看看一下。Kelvin 啊，啊，来来，你看他真的是讲，他们的价钱25.9。OK，
吃多少拿多少啦，其实这就是这样的啦哈。他们讲他们有差不多成六十样的，然后六七十样的菜。其实你看上面面类啊，你看干的干的啦哈，干的面类，这样菜 ，OK。然后你看他们的肉，这边还有这些就是我们就是火锅料啊，你看面啊面都干的，然后就火锅料，哇。就是给大家这样拿，嗯，对对，上面有菜，所以这里就是，等下 steamboat 就是一站式咯，有菜有肉有什么就是所谓的鱼啊肉啊这些火锅料啊，这边你看它也放的美美，你看就是这些就是它的料啊。Hello Esther Hello， 这里是火锅店。火锅店多利鱼，它有泰式的这个，他们放 marinade， 它的酱料不一样。还有什么王江猪肉、王江鸡肉、原味猪肉、原味鸡肉啊，这些都有放好来。还有看到这个啊，虾哦，要吃虾也要另外跟你 order 啦，你就会会准备给你们的。哦，所以你看它也是会给我们有虾，不过它在里面整理的哈，就比较新鲜，这样也好了哈。我这边还有这个，拉拉，我还有拉拉，拉拉，嗯，鸡蛋啊，豆腐啊，我这个就是那个，白萝卜，嗯，还有我们这里还有泰式奶茶咯。我这是另外的啦，啊，这我这另外要饮料是另外付，没有包括里面咯。嗯、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呢、啊。你看，所以我们就这样多的食物，在安蒂伯内呢，现在就要来品尝一下它的烤，跟它的通样的啊。因为他这边看到刚才肯定看到了很多它的火锅嘛，哈、哦。嗯、啊，老板，你这边还有卤肉饭是什么呢？卤肉饭是另外要加钱吗？不用，都是在里面的。哦，不费事的啦。大家在煮的是吗？啊，在煮着吗？没有，煮熟了啊、哦！就放加这个卤哦、啊、哦，这个是特点哦，特点哦。我们呢、啊，去火锅店应该没有吃这些的啦。对。哦，特点哦，火锅店。因为我看到有卤肉饭，哦，这酱料哦，嗯，有三样泰式酱料了。我这个应该会辣吗？青辣椒吗？都是特制。青辣椒，像你们做泰式，你们要吃太辣的，可以吃这种青色的泰式酱。嗯，这个就比较辣一点了。哦，不辣，这比较带酸辣咯。像东啊那些啊泰式之类的啦。啊，嗯、香辣。哇，好好。偏一点那个酸辣。嗯，对。所以你看，这人潮还没有来啦，你多数现在是星期六嘛，哦，你讲外面已经有人 booking 了，今天有人 booking 来哈。有。哦、oh, ，所以你会很忙啦。好，现在安迪伯内啊，就来开始哇！你看一下，哇！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它的食物好吗？哇！所以 Kelvin， 我安迪伯内会坐下来，现在慢慢吃一下，来尝试一下你的。然后你们吃饱的话，那个冰淇淋可以拿。哦，冰淇淋哦，还有冰淇淋哦，那个 ice cream 吗、啊？啊，好的，哇，非常棒，嗯，这我问题我喜欢这个空间够大，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火锅哦，你是在 aircon 里面啊，人又多的时候啊，哇，真的是啊，那现在空间是大一点啊，对，空间很阔，够，通风，非常棒，好，嗯，哇，这种泰式哦。像你们的准备功夫，是你自己煮吗？还是讲，老板啊、有请泰国人煮吗？没有，我们是有自己的 recipe 的。啊？我们有自己的 recipe 哦。哦，你自己的 recipe。照着 recipe 煮咯。你很年轻哦，老板。还好啊。哈哈哈哈哈。对啊，也算是年轻的。好，那现在安迪伯内来看，来尝试一下他的冬阴。嗯，煮完了哈。有碗了吗？来拿冬阴，来看一下有冬阴，来拿碗来吃冬阴，啊，来拿碗来冬阴汤，
所以这边是自助的啦，你们。对对对，我们叫自助哦，但这个也是哦，嗯。是会吃的人就好了，老实讲啦，我像我们这些哦，也是吃不多。不过我常常很喜欢跑去吃东阳的，很喜欢吃东阳的，我你们太喜欢。好好，啊，来来来。我都定位啊，每个定位要定位哈。关心我叫多人了，嗯，好了，我现在就安迪伯雷啊，你看我也拿了他的酱料来看一下，嗯，就来试试看吃一下，哇，这个特别了，我觉得这个特别了哈、哦。还有什么地方你这样用？平时人家都是涮锅的时候啊，他就是涮，就是那些 steamboat 之类这样的哈、哦。哎呀，来来来来来。你不累来吃了啊？人家要放罗汉果吗？你还有葱罗汉果哈、啊？还烫吗、啊？哇、哦，很好啊，很好。嗯。有吗？你们要吗？三个。啊，都可以了，不要了。我啊，可以了，都可以，都可以啊。哇，来吃一下，来吃一下，来吃一下啊！看看我们的。调兵，跟南帝国的军队，来来来，嗯，拿汤的啊，来，拿汤的勺子啊，勺啊，不好意思啊，我们来试试看他的这一个他的烤肉，因为他有王江烤肉，有鸡肉也有猪肉，泰式的哈、哦，嗯，太棒了、嗯，来来，我们就这个是色表沙吧，就是哦，自己烤，啊，自己烤好了。这个熟了啊，这个滚了啊，看着看着滚了。我喜欢同样汤，嗯。高斌来，我们自己吃，重重要自己吃哦，好像就会比较好吃是吗？自己做会比较好吃吗？你再做给我们还没有这样好吃。烤的时候站起来是。啊，再要站起来了。我们来先来吃一下，我安迪伯瑞来穿一下他的同样，他的汤同样汤。你们是自己自制的哈，这个好。好吃好吃，酸酸，嗯。不用放这么多料。嗯我们要，我们才自己拿，不要啊！吃剩就不好，我们哦要拿刚刚好。啊，我们谢谢我们的乔斌啊，乔斌老板哦，今天这样，给安迪伯瑞来这里，我们来也是顺便自己也是要吃晚餐，然后我们来了解了解他做生意，然后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啦。好，这个价钱25块9，我觉得应该是新山最便宜的，我觉得应该是了。我看的都是50-60块，还要 plus 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聚餐的一个地方嘛，25块9大家聚在一起去吃一下，我觉得还 OK 咯。好，来大家吃，安迪伯瑞再吃，但也是吃着他的那个他的肉，然后他的酱，他酱他有三种酱，一个是泰式的。它泰式的酱，它泰式的酱好吃。嗯，还有这个王江的啊、哦。是我们的罗汉果大杯的。哦，啊，这样大。是的。这样大杯哦，我讲罗汉果这样大杯，我们喝完这个，我们就不用吃饭了。我们就拿两杯好不好？不用大杯了，你拿回去了，不要浪费啊。
那你喝的完蛋大杯，我讲喝下去我不用吃冬阴了喽。哎，拍一下，你看多好看。哎，吃这个我们就更大杯哦。啊，两杯可以了，一杯呀。然后现在我在揣它的酱啊，它的酱刚才酱是泰式酱，应该再揣另外一个酱啊。Esther, are you still around? Esther, how are you? This is how we do. Mamma, the tea. Mamma, the tea. Wait up to me. Wow, this is the tea. Mocha, New City Mocha Restaurant, Molly the branch. 他们有很多地方，不过我觉得这个摩勒这个地方比较宽阔。那大家来安排一个时间，我在我的 Facebook page 发 Kelvin 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联络，他也是可以 make reservation 的啊。所以大家来，好不好？这安迪伯利亚在这个时候，我这安迪伯利亚还会铺很多相片给你们看，好不好？啊，大家滴来，我们 support， 来我们看。support 我们的 Kelvin 啊，记得啊 ，OK， 谢谢 Kelvin 了，好，你看越来越多了，鱼虾啊之类的哈、哦，好，我、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说拜拜，那安迪伯利还会继续拍上相片，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很特别的摩嘎达，就是刷烤一起的，不一样的滋味的泰式烧烤火锅，好不好？Make a point to come. Bring your family member. It's a place for gathering, right? Because it's spacious enough, so you can bring your friends and gather together. I think I'll bring my friend because on weekends or sometimes weekdays also, because it's spacious, so it's not so congested. Yeah, good place to gather around. Okay. 对，我们讲拜拜的时候啦。好，相片会继续放上去，你们继续留守。安迪伯利好看介绍。拜拜。